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Homage to the Sivas Lotus Pool Assembly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Ushang Shen Shen Wei Miao Fa Bai Qian Wan Jie Nan Zhao Yu Wo Jing Jian Wen De Shou Chi Yan Jie Ru Lai Zhen Shi Yi. The unsurpassed, profound, and wonderful Dharma is difficult to encounter i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aeons. I now see and hear it, receive and uphold it, and I vow to fathom the Tathagata's true meaning. 听讲经时，当愿众生顺佛所说，总持不忘。诸佛菩萨、师父、上人，各位善知识，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研究《佛说无量寿经》。现在我们要看的是第十一愿注定正灭，法藏比丘，也就是阿弥陀佛的过去世，他做国王出家，出家之后呢，发大愿哦，要成佛度众生，建立一个净土。那现在他所发的第十一个愿呢，也是为众生做着想而发的，The Eleven Vow。The 11th vow, dwelling definitely and certifying to extinction. 请合掌，我们来共读经文。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至灭度者，不取正觉。If when I attain Buddhahood, humans and gods in my land should not dwell in the definitely assured state and unfailingly reach Nirvana, may I not attain proper enlightenment?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至灭度者，不取正觉。If when I attain Buddhahood, humans and gods in my land should not dwell in the definitely assured state and unfailingly reach Nirvana, may I not attain proper enlightenment? 这一条愿呢，真的是很好。他想到说哦，很多人修行哦，修修一半呢，就退心了，还没有修成功就死了，死了轮回哦，又忘记哦，各胎呀。有个胎跟住胎的迷跟昏，所以一出世的时候又忘记又造业，然后修来修去呢都不能成佛，所以他要帮助人家容易成佛，所以他就发第十一个愿哦。他是说，假如我成佛的话哈，我国中的天人，因为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嘛，一开始他讲我的世界没有三恶道，那么我的世界就只剩下两种咯，天跟人哦，啊。我世界里面的所有的天人呢，他们呢一定呢会住在定居，如果不住定居，一直到正道灭度的话，我绝对不成佛。意思是说，假如我成佛的话，我国中的天人呢，他们只要有人发心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你莲花化身之后啊，你就可以在那边修行啊，住在正定居。这个正定聚的意思就是说，不会退了。这个就是《弥陀经》所讲的阿毗跋致，有没有？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呢，就是不退转。也就是说，来到我世界的人绝对不会退。他呢有四个不退哦。第一个叫位不退，他们的位置不会退了，就是去到那边花开见佛，悟无生法忍哦。很快就正果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然后呢，不然就是正菩萨位了。所以，总之你去到那里，你一定呢，位不退，你已经是正果，而且位不会再退了。第二个不退呢，就是那个横不退，修行不会退，在那边修行不会说哈、哦，讲一个 example 啦，好像你在极乐世界哦，你每天发心，因为你的身体很健康嘛。对不对？莲花化身呢，没有病，没有苦，所以可能你一天拜一万拜哦，在极乐世界一天拜一万拜，不会说呢，拜了十天之后，第十一天变成一千，不会的，你的修行不会退，
你修什么法门呢？你一直这样，只有进步没有退步的。你看，这个就是定居的人，住在定居的人修行不会退了。然后你看我们在这里，我们修，你可能年轻的时候可以呢做很多功课了，但老的时候呢，很多都做不到了，就减少，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修行呢是常常都在退的啦。所以他想这样子的话很难成功成佛啦，所以他帮我们发愿说，只要你来我这边，我一定可以让你哦住在定居咯，你的修行呢一定会一直进步。那个叫什么名啊，刘秀英啊，你现在呢你现在做的功课跟你十年前做的功课啊，现在比较多还是比较少？差不多啦。那你好像你现在你每天有礼佛吗？有拜佛吗？在家没有拜哈，所以有时拜有时没拜，对不对？所以就是修行有退咯，礼佛有退咯，有时有时没有哈，这个就是一个 example。 然后第三个是念不退哦，念头都不退哦。譬如说你们发一个念头说，哎呀，无量寿经这么好，我发愿哦，我 每个礼拜跟拜一一定要来听，多么忙都要来听哈。你有这个念头出来哦，啊，不到一两个月，突然间有人跟你讲，哎，什么地方有什么 event 啊，什么好事啊，要不要去啊？要不要去旅行啊？要不要去看什么哈？哎，你又被拉去了你的念呢忘了了，当时因为有别的事情来哦，你要来听经的念头不见了，所以就叫念退了啊，要听经的念头退了。所以这个呢，在娑婆世界一定会发生的，因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哦，我们念头很散乱啊，每次被外面的境界哦转哦，啊，境界一来，哎，没有障碍到你，你还会继续。如果境界一来呢，要拉你去做别的时候，你就会放弃你本来想要做的事情，这个叫念头上的退步，啊，还有第四个叫就近不退。到了极乐世界，什么都不会退了，你的果位不会退，啊，不会四果，然后变成三果或者变成一果哈，也不像我们现在连正果都还没有证啊，是凡夫了。我们根本这四个不退都还没有证到，在娑婆世界是一定退的了，因为根本都还没有正果嘛，一定会退步嘛，对不对？啊，所以很难成功。你修到多久你也修不了什么，因为连正果都没有嘛。可是极乐世界的很好哦，它能够担保你位置不退，修行不退，念哦，念不退什么意思哦？表示那边的修行者哦，他的念头哦能够100%，天天每一个念头哦完全跟佛果相应的，跟佛的念头相应。他不会像我们这里的凡夫哦，我们呢，我讲一个 example 啊，打佛时的时候大家就念阿弥陀佛啊，念啊哈，就是完全佛念吗？啊哦，还有听法，还有法的念头哦，我们要断欲去爱，不要追求无意乐啊。打完佛时之后呢，哎，那个念头呢又开始会退了咯。为什么呢？在佛时的时候可能是想，嗯，我要念佛，我要好好的珍惜。那打完佛时之后好像那个念佛的心没有那么强，然后再加上有人又讲，哎呀，我们要租巴士哦，去新加坡啊，去一个素菜馆里面哦，他们最近要租一辆巴士去吃，去一个素菜馆那边去特别去尝那个素菜的他的素食啊，听说很好吃，要去吃看看，要去观摩啦，就特别租巴士要去哈。那个呢，这个就是一个 example， 说你看你当时打佛时的时候那种精进，哎呀，念佛是最好，念食物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念食物可以成佛吗？又不能哦，除非你念食物的时候又懂得发大愿呐，发清净恨品的愿又不同嘛。但是最怕是你发净恨品的愿没有那么强，然后吃东西的时候肠胃道哇特别感触很深，那你怎么会有什么功德啊，对不对？所以变成说念头上已经没有那么强烈要念佛了，那个心退了。所以这个在娑婆世界修行哦，哎呀，念很难，念念想要学佛，念念想要呢念佛，很难的。有什么什么让你吸引的哦？有五欲乐现前的，好吃的、好看的、好听的、好穿的、好什么的哦，你就去注意那个念头，就跑去追那个，不是追南无阿弥陀佛了，不是念佛了这个就是念头退了。而极乐世界的菩萨不同哦，念念呢是念不退哦，每一个念头哦，它都是呢很 clear 的哦，它每一个念头都是哎，
我要念佛，我要念法，我要知道众生都是愚痴颠倒的，他们都是注意这些好看的东西、好听的声音的，我们不可以，这个是苦的根本，生死的根本就是攀缘嘛，攀缘心嘛，攀缘食物，攀缘美丽的东西，攀缘好听的声音嘛，何必一直在增长自己的攀缘心呢？他们就不会 去追，他们有定力，就是因为他们时时会记得轮回的根本就是攀缘心，不要轮回的话就要去注意你的自信。所以楞严经讲反闻闻自信，不要闻外面声音那么多来烦自己，尤其你们年纪大的人呢，不要管那么多了子子孙孙的问题，如果你发现到他们有问题，你也不要当做烦恼的事，你做功课好好做，做了回向给他们佛会帮你照顾他们。你照顾他们比较有效还是佛啊？佛一定比你更会照顾家人，对不对？所以你要懂得要有智慧找佛那么所以你年纪越大呢， 越应该要呢不要念那么多子子孙孙啊外在的吸引人的东西的，你要注重念佛啊，因为以后你要离开人间的那一天你要念谁呀？刘秀英，你要念谁呀？当然是念阿弥陀佛啦六妹呢？郑大妹呢？你要念谁呀？离开人间的那一天要念谁就是要念佛啦，向往要念佛，你要希望你那天能够很 clear 很清楚，没有痛苦，没有病苦，能够念得下阿弥陀佛。现在你要先顺念哦，你不要有一件事情烦你的时候烦到你念不下佛，就是你现在还没有死你都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念佛，那么死的时候也习惯了嘛，很容易就被境界转念不下佛，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顺念自己咯，你如果 你觉得你自己做不到，好像很难哦，因为太挂碍了，太执着子孙的话，你可以找观音菩萨或者阿弥陀佛，你跟两位佛菩萨讲说，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弟子的执着心很重你慈悲帮我的执着心拿掉，我能够到时在闻到什么烦恼的事情有关子子孙孙我都能够呢记得到时你要提醒我呢，菩萨你提醒我到时我一听到我不要烦，我要懂得立刻帮他回向，然后把他们问题交给你，你要记得我到时你要帮我这样子，我不要再给他们转了，我要请你记得通知我，到时我会记得跟你讲请你解决问题的，你跟菩萨讲他会帮助你，然后你讲完了之后诚心跟观世音菩萨念他的名号，南无观世音菩萨十声，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十声，你这样讲完了之后他知道你有心，有心要修，只是自己力量不够，你求他提醒你，求他让你到时有定力不被转，只是回向就够了，菩萨就会帮你解决。 OK， 郑大妹你要不要这样做要哈，这样比较没有压力对不对不要有压力，我们不要活多有压力，我们要越活越快乐越开心，因为极乐世界的人是烦恼还是开心的？开心。那么你是相信因果吗？如是因如是果，你要有快乐的果，你一定要有种什么因？快乐的因。所以你要一直要问自己，什么事情会让我起烦恼，就把那个会起烦恼 的因拿掉，你自己拿不掉，因为你功夫不够，找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帮我拿掉，弟子真的没有功夫可是真的很想像你们佛菩萨一样有功夫，佛菩萨你帮助我好不好，诚心求您加持，让我呢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会起烦恼心，我要起快乐的因，我要记得到时遇到的时候会欢欢喜喜念佛回向就好了，不要挂在心中给自己压力，我要活得开心快乐，我要欢喜念佛，然后欢喜往生极乐世界，永远呢可以在那边呢住镇定居永远定了不会再退然后呢可以避至灭度的意思是说他给你一个担保只要你来到我的世界的所有的人你一定不退，而且一定会修道成佛，必定会到灭度，就是涅槃，就是可以成佛，可以达到那个常乐我净，永远快乐，永远做得主，永远清净的那个境界，佛的那个涅槃。他说一定可以这样，你们不能这样我绝对不成佛，就因为这样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因为你在这里修
没有人 guarantee 你一定会成功哦，对不对？因为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没有发这条愿，要靠你们这些他所度的弟子们自己发心咯，自己要很有道心哦，才会不退哦。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修行为什么很容易退？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你的业障会来麻烦你，对不对？还有烦恼障哦，尤其是烦恼障哦，烦恼障就是说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你就烦恼，遇到很如意你又有贪心哦，也是障碍你修道啊。所以烦恼障会让你退，没有那么精进了。还有业障，造了一些恶业啊，有时候糊里糊涂我跟人家一起做恶事都不知道哦，可是就障碍了你了，业障。还有过去世造的业呢，现在果报现前哦，得一场大病哦，什么修行都没有了，没有功夫修了。所以这个三障一现前你一定退，你们说是不是啊？所以在娑婆怎么会不退？不可能的，自己本身有三障，再加上还有魔障呢啊。什么是魔障呢？你在娑婆修行一定有魔障，魔特别特别就是要来考验我们这里的人，你们要离开我的魔界啊，啊，你要有定力哦，当你要成功的时候我一定会来捣乱你，我会影响一些人，或者我派一些我的魔子魔孙魔女啊来呢啊，扰乱你的心。那个魔女呢，我会把她变成是普通人啊，很美的女人啊，啊，看你会不会动心，或者很美的男子啊，或者是怎么样让你呢失去定力，你就没有办法正果咯，没有定力哪里会正果开智慧。所以他一定会来障碍你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就示现降魔，其中一项就降魔的相。降魔的相一定有三样的哦，贪嗔痴。第一，它会让你起贪欲的心，会淫欲的那种境界现前。第二，嗔恨，它会来杀你，像恐怖一样呢，让你呢很害怕，哦，或者让你很生气，让你愚痴，让你生气，然后你不能成佛，你不能证阿罗汉果，所以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天魔外道会来障碍你。然后魔又有心魔哦，因为我们自己的心魔，我们的烦恼啊也是心魔啊。所以在这里修道呢，说能够畏不退、恨不退、念不退 impossible。 Understand what I say? Non-retreat in positions, practice, thought, and ultimately non-retreat. This is the four non-retreat in Pure Land that you are going to have if you being born there, definitely, and then can reach Nirvana unfailingly. So this is a guarantee. If you cultivate here, very hard, not easy. We have to rely on our own power to overcome the three obstacles, afflictions, affliction, karmic obstacle, and retribution. And plus your internal demon and external demons. How can you not retreat? Once you cultivate, you reach a certain stage, you are so pure already, and you feel the joy, the peace, in the mind. For example, meditation, like Buddha have to manifest subduing the demons before he get enlightenment. So he have to sit in meditation until he go to the very serene stage, so wonderful, so peaceful. At that moment, the demon will come and test you and let you too attach or whatever, and then you cannot success. 那所以呢，我们要求生西方，因为那边容易，有阿弥陀佛十八愿加持我们，修行就很简单，那么而且一定会成佛。所以去到极乐世界人有没有说不会成佛的呢？绝对不会啊！上次这位居士叫什么名？他问我说：“如果每个人都去极乐世界，那这里的众生这么苦，谁来救？”那怎么办呢？好像很自私嘞，这边还有很多很苦的人呢，我们不救他们，我们自己跑去极乐世界啊。他就问我这个问题呀，你这个问题嘞，我现在给你看啊，还没有给你看之前，先告诉你是说，你的出发心有菩萨心肠，对不对？要度众生怎么样？了生脱死，跟你一起成佛。问题是说，你在这边修道呢？你会面对呢三种情况，定聚、正定聚、邪定聚跟不定聚哦，有三种人。有一种人是正定聚，正定聚的人呢就是菩萨之类的，阿罗汉以上菩萨之类，他们永远不会退了的啦。
然后第二类人叫不定居哦，不定居就是我们这一类人，我们是不定，因为现在你们呢上根比较大一点哦，你会常常来佛堂护持啊，来学佛啊，吃素啊，哦，你是因为这个环境之下你可以还做好。可是万一有一天发生什么事情，业障找上门，然后被拉走的时候，你又不定了咯。万一你的冤业现前哦，那业障呢，有一个人出现，他真的是迷你迷到你去造恶了哦。啊，那个恶缘哦，恶缘一出现的时候啊，因为以前中了恶因嘛，恶缘一出现，恶因加恶缘就变成会做恶事了，所以你又变成不修行了。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不定居的人。啊，今生你还有来学佛也是不定哦，因为你还没有证果，所以你来世你如果没有去极乐世界哦，你再来投胎又不晓得你投胎到哪一个国家，对不对？万一投胎到马来人哦，做马来人那也是惨了啦，怎么学佛啊？有啊，有些马来人要出家很大障碍哦，出不到家的，政府一定抓，对不对？不可能啊。所以你不知道你有没有中过那些因嘛，哦，所以那个因如果一成熟，哦，在那种环境之下你根本不能学到佛，哦，你就学不到咯，那一生又不学，这叫不定居。我们现在都是不定居的人。第三种人叫邪定居哦，邪定居的人呢就是完全是邪，他一定会变魔的子孙，他所作所为完全邪知邪见，你怎么讲他认为他是对，他认为淫欲是对的，喝酒是对的，吃肉是对，你怎样跟他讲他都不信了，坚固相信，而且他还有神通，他还有教导很多人可以这么做。哇，这种人就是邪定居，一定成魔的眷属，很难救，邪见很深。那所以我们这里有三类人，那么你要来这边度众生，你最多只能够度到哪一种人？不定居的人，对不对？那可是 OK， 你度他度一度，哎，好像有啊，跟你一起学佛啦，吃素啦，哦，你有没有办法担保他来世他又继续修？有没有办法？问你有吗？没有。所以你说还是去哪里好啊？去那边定居，住在定居，必至灭度，一定成佛。既然你有心要度众生，一定要把他们送去哪里？送去什么地方？极乐世界，让阿弥陀佛来救他们还容易，因为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世界，他会住在那边多久？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好长哎！现在他的寿命才十劫，他成佛才十劫，他还有很多很多。十劫跟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来比较，等于还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所以还有很长很长的命，他还会注视度很多很多众生。我们都没有智慧，不如把他们送去哪里？极乐世界。而且自己要不要去？更应该要去了，自己也是不定居的人，这点你们要很清楚。那么我再给你看一看啊，让你更 confirm 说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你看那个有一部论，like one,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 say? Good, huh?这个叫净度十一论哦，This is a Pure Land, Ten Doubts about Pure Land, written by Great Master 智者 ，The Tian Tai School's Patriarch， 就是天台智者大师所讲的。你看这边有写，随天台智者大师说哈，by Great Master 智意。那这里呢，他就有讲第一个疑问。就是跟你的问题有关系，你们来学一学，请合掌来。问曰：诸佛菩萨以大悲为乐，若欲救度众生，只因愿生三界，于五浊三途中救苦众生，因何求生净土，自安其身？ English question: Great compassion is the life.Calling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Thus, those who have developed the body mind, wishing to rescue and ferry other sentient beings across, should simply will to be reborn in the triple realm. Among the five tubilities and the three evil paths, why should we abandon sentient beings to lead a selfish life of tranquility? 智者大师哦，自问自答的。他说，有人可能会这样问呐，哈，所有的佛跟菩萨，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大悲的事情，叫大悲的业。
我们有做工啊，你的事业是什么啊？哈，你是厨师啊，还是做家具的啊，做生意啊？哈，这是你的事业。佛的事业是大悲业，明白吗？啊，诸佛菩萨的事业就是大悲业，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因为大悲而去做的，因为不忍众生受苦，所以他要做很多事情度众生离苦得乐，这是菩萨所要做的。那因为这样子呢，一直要帮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呢，想要度苦众生的话呢，一定呢发愿，菩萨跟佛一定要发愿什么？愿生什么地方？三界，就是我们这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的什么地方啊？五浊恶世的三恶道，三途就是三恶道。佛菩萨一定发愿，我要升到五浊恶世的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最苦的地方，我要去度那些众生。好像谁？谁在地狱里面？里面度众生？地藏菩萨，还有谁？观世音菩萨也是，很多大菩萨都发愿要在三恶道度众生的，啊，这样才符合他们的心，他们大悲嘛，不忍众生受苦吗？那么他说，照这样讲的话，那为什么现在又劝我们求生净土啊，让自己很安呢？哦，我们去极乐，我们就安乐嘛，永远快乐啊。那我们这样不是不顾虑这些三恶道的苦众生吗？这样不是不对吗？有一点违背佛菩萨的心肠了，对不对？啊，继续，舍离众生，则是无大慈悲，专为自利，障菩提道。Is this not a lack of compassion, a preoccupation with egoistic needs, contrary to the path of enlightenment? 好，按照大乘法来讲哦，你学佛的人啊，学到呢都不想要去救那些苦恼众生，自己就一直要念佛去极乐世界啊，自己要去那边安乐，那你就要舍离一切众生，就是没有大慈悲心。你每天忙什么？忙自利哦，专为自利哦，为了利益自己要能够去极乐，不会轮回啊。你这样子的心是自私自利，是障碍菩提道。菩提呢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吗？哦，要成佛要度众生吗？现在呢劝我们去极乐世界，自己去那边安乐，然后这里众生谁来度？这样不是很自私自利吗？障菩提道吗？又很自利吗？哈，对不对？啊，就像跟你想的差不多一样。你看，祖师怎么回答？哈，你们好好注意听。首先，我讲到这里，你们明白问题吗？这个问题懂吗？都懂哦。现在看答案来，请合掌。答曰：菩萨有二种，一者久修行菩萨道。得无生忍者，实当所责。Answer: There are two types of bodhisattvas. The first type is those who have followed the bodhisattva path for a long time and attained the tolerance of non-rebirth. This reproach applies to them. 智者大师就解释哈，他回答说，菩萨有两种菩萨。第一种菩萨呢，是久修行菩萨道，已经修行菩萨道很多世了，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行道已经成就无生法忍，得到无生法忍的这种已经有无生法忍的菩萨，就实在不应该这样子自己跑到极乐，不顾这里的苦恼众生，他们就这样子就是自私，他们 有能力度，不度就不可以，因为已经无生法忍。你们知道什么叫无生法忍吗？无生法忍，哦，这种是一种忍，也是一种智慧，他已经能够有智慧看到，哦，这个娑婆世界所看到的一切的人事物，哦，所看到的东西，所听到的声音，这一切一切的万法，他认为他看到，他感，他已经能够完全明白，不见有少法生，不见有少法灭，他可以很清楚看到，诶，某某人，我的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了，并没有一个孙子生出来，哦，那个孙子死掉了，也没有一个孙子死掉，没有完全有这一回事发生，他已经可以看到空，不见少法生，不见少法灭。所以像这种人的话，已经是不是有定力了呢？啊，他会不会被境界转啊？哭啊，笑啊，伤心啊，难过，会不会这样了呢？不会，他已经有定力，他完全不会被，像我们都没定力了，有人死就哭了，有人生就开心了，对不对？有人被杀就伤心了，有人赞叹又开心了，我们的心境呢变来变去，哦，不定，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无生法忍。
所以像这种人啊，会常常起贪嗔痴，你们说是吗？啊，喜欢开心就贪了咯，贪恋了咯，对不对？哎呀，我的孙子真可爱，真可爱，好乖好乖，哇，那个又乖又可爱啊，就执着他了，贪爱他，有没有舍不得他？哎，你看你执着你孙子，你有贪心啊，贪心会去哪里啊？死会去哪里呢？会不会了生脱死啊？有贪心会轮回啊，你贪恋你的孙子好了，你看有一个故事讲哦，啊，那个孙子呢死了之后，他舍不得，什么人都放得下，就孙子放不下，才一岁的 baby 啊就死掉。死掉呢啊，到了阎罗王那边，因为他没有学佛嘛，一定要去谈判一下啦，今生作恶作善嘛。阎罗王一跟他检查说，你没有什么大恶啊，也没有什么大善啊，按照你的业你还可以继续当人啊，不过我看你这么舍不得你的孙，哎呀，干脆你再回去当人，做你孙子的太太好了。所以呢，阿嬷变成孙子的太太，回去就变成他太太了，因为才小他一两岁嘛，一去投胎了嘛。所以这个就是贪爱呢，又去搞轮回，有没有成佛呢？有没有了？没有。所以你看在这边，没有无生法忍的人，本来是说我要度我家人学佛，我要度我的什么什么，哎，生出一个 baby 来就贪恋 baby， 也没有想到说要度他们，连念佛也念不下了，只天每天就是贪恋孩子，怎么了生死？所以就可以看到说，没有无生法忍，一定没有定力，一定有一样东西哈，或者一个人会让你呢放不下的。OK， 你现在有没有放不下任何一个人？没有哈，啊，大妹有吗？有啊，有放不下几个人？放不下孙，现在听了要不要放下？放下好，你，我告诉你，我教你，因为你没有听前面几个月呢，前面几个月有讲到说，你去到极乐世界，你有六种神通，所以呢，你的孙还小，你如果你时间到了，你先去极乐。你到了极乐，你还可以照顾你的孙，因为你有神通，佛会给你六种神通。你到了极乐世界，你有天眼通，你可以在极乐世界每天看你孙子在做什么。如果他做坏事，你还可以用神足通飞来跟他讲，你不可以这么做。阿嬷跟你讲，你不能。啊，阿嬷你来了，哦，不敢了，不敢了，一定会听你的话。你说是不是？因为你是真正有神通的人来跟他讲。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哦，在好几年前哦，有一位台湾的居士哦，他叫林看智，他专门推广念佛法门，很会讲经说法的一个在家人啊。他写的一本书叫《念佛敢问见闻记》，已经再版，当时啦，二十多年前已经再版哦，六七十次了嘞，印了又印，印了又印，一直流通，一直流通，很。感动很多人念佛求往生的，这个人很有功德，他度很多人，可是他度不到儿子，儿子不学佛，他没办法，缘还没到嘛，没关系，他也不会说哎呦怎么办呢，度不到他，我自己走了怎么办呢，谁来救他？他没有，他还是一样，要死的前一年已经知道他一直识字，所以他就开始用功，每天念很多声，几万声，十多万都有吧，一直增加增加增加，到最后 半年、哦、他就已经很自在了哈，然后到最后一个礼拜、哦、他就到那个莲社跟所有的佛友们告别，说下个礼拜我要跟你们告别，我要去极乐世界，我要走了，拜拜哈。所以他走的时候是一直识字去极乐世界，那孩子也还没有学佛，到了第二年、哦、做忌日那天、哦、他儿子拜妈妈，因为有孝顺心，还懂得说祭拜妈妈嘛哈啊，那么祭拜妈妈的当下呢，就在灵位那边看到妈妈出现，妈妈的头已经有一块肉吐出来的，是什么肉祭？妈妈的长相像佛一样庄严了，所以他看到啊，还看认得出是自己的妈妈，可是像佛，而且有肉祭，他看了，他相信我妈妈真的去了极乐世界，所以他去学佛，从此之后就学佛，所以你看。你根本不用担心，你先去，你度好你自己，然后你那时候啊，他们怎么样？天眼通一看，你要听他们在讲什么话，天耳通一听就听到，
那也有他心通，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讲的是这一套，想是另外一套，哇好坏哦我的孙，又可以呢用神之通肺来跟他讲，你不可以这样，知行合一，讲的跟做的跟想的要一样，你不可以这样，你是不是骗那个人，哦，他说哇阿嬷有神通了，知道我这样了，我还是不要了，听他的话，他就会听你的话了。你真正要度你孙子，你先去极乐，你再回来，随时可以回来，你看人家第二年就回来了，几块，对不对？虽然说花开见佛，悟无生凡人，有时候呢，可能你是下品生的，要很多劫之后很久才能够出来哦。可是如果你的心量很大，你发大愿，我要往生上品，上品莲台，上品莲台的人很快一去就很快可以开花开见佛，那这样子当然很快可以回来了，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还放得下孙吗？要不要放下？对呀、OK 好了，那所以这就是说没有无生法忍嘛，所以你才会放不下他们，所以这种已经有无生法忍的就应该要留在这里继续教他们，因为你有定力吗？你不会被他们转吗？起贪嗔痴，可是你没有定力的话就另当别论。所以这里第一个 case 已经修菩萨道很久，已经有无生法忍，就不应该离开苦恼的众生。然后第二个答案来，二者未得已还，即初发心凡夫，凡夫菩萨者要须常不离佛，忍力成就方堪处三界内，于恶世中救苦众生。 The second type is bodhisattvas who have attained, who have not attained the tolerance of non-rebirth, as well as ordinary beings who have just developed the body mind. If they aspire to the perfect tolerance and enter the evil life of the triple realm to save sentient beings, they should remain in constant proximity to the Buddha. 第二种哦，行菩萨道的人哦，是哪一种人呢？未得已还哦，就是还没有证出果之前，还没有证出果的人，出果阿罗汉，出果阿罗汉已经有神通了，他们已经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哎，极好。什么叫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出果阿罗汉已经不会贪吃了，多么好吃多么不好吃他都没有关系了，他呢你骂他也没有关系，你赞叹他也没有关系，他已经呢没有那个对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不会执着了，好坏他的照见呢万象都是空，他已经不会执着，比较清净了，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像这种人走路的时候已经可以不犯戒了，他走路不会踏死蚂蚁昆虫，因为他已经呢有一点神通，他可以离开地一点点，所以他怎么样走他的脚都不会肮脏，因为他已经有那种道的戒，修行呢修到 有开悟正果之后，就会持戒持得清净，有道共戒，戒有道共戒跟定共戒，有定力持戒，因为有定力不再打妄想也是持戒，有禅定功夫也是持戒，那是自然的持戒了，根本不需要特别，我不可以杀生，我不可以偷盗，不是那种。我们现在是属于世上在修戒，可是不会清净的，有时候不小心 又杀了生啊什么的，有意无意。所以可是呢，如果是道共戒那不得了，就是说已经入道正果，正果的是道，已经有拿到那个道了，出果以上的阿罗汉，他们有道共戒，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到了那个地步不会杀生了，那像这种已经证了出果以上的人，还没有证出果以上的人，还有那些初初发心的凡夫，哇做菩萨很好啊，心量大，我要做菩萨，我要度众生，但是自己是一个凡夫菩萨，他说这种凡夫菩萨最重要的是必须要常常不离谁啊，常不离佛，不可以离开佛，常常要跟佛在一起。跟佛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佛是最有定力的人，对不对？最有忍力的人，你跟有忍力的人、有定力的人在一起久了，会不会也变成有功夫、有 忍力定力呢？这个是很，这叫做我常讲嘛，与二人居，如入鲍鱼之室，久不闻其臭，一语之化矣嘛，还有与善人居，第一个是与善人居，如入
自然知识，久不闻其香，即以知话语。对对对，就是说我们跟善人住在一起久了的时候，跟善人住在一起，就像你进入一个房间，都是自然花，整个房间都自然花，自然花很香了。那么你进去，你一进去，哇，这么香哦！可是你待久，你会闻不到香了，对不对？因为你身体跟那个香气合在一起了，就感觉不到香了。然后呢，所以你跟善人在一起久了，你也不觉得他们善，因为你跟他们一样的行为了，也不觉得什么特别了。然后跟恶人在一起久了的时候哦，就有一点像一个人进入那个卖鱼的地方，菜市场卖鱼的地方，臭的不得了。一进去，哎呦，怎么这样子臭啊？这样子的那个腥味很强。可是呢，你待久哈，一个小时后你不感觉了，因为你跟那个臭味合在一起，你不感觉了。也就跟恶人在一起久了，你有恶行为，你也不觉得恶了，处处觉得他们很坏。哎，跟他们在一起久也不觉得，也跟他们一样那个行为，所以一定会受感化的。这个叫熏，熏。好，我们呢，炉香帐有没有？炉香杂热法界蒙什么？蒙熏哈、啊。我们烧这个香呢，希望呢法界众生都可以被这个香熏到，心里都要很香喽，不要嗔恨哦，不要烦恼，这就是香喽哦。那所以你看呢？这个你常常跟佛在一起，佛是有智慧、有定力、有慈悲，你会不会变成也是有定力、有智慧、有慈悲呢？一定的。所以，因为你是还没有功夫的人，所以你要常常不离佛。等到跟佛在一起久了，你就有忍力，就是无生法忍的力量了。忍力一成就，方堪处三界内，你才能够堪，就是能够，才能够处，就是呆。待在哪一个地方？三界里面，在恶世最糟糕的时代，去度那些最苦恼、最恶的众生，你就有功夫了，因为你从佛那边拿到忍力。继续，故智度论云：具福凡夫有大悲心，愿生恶世救苦众生者，无有是处。何以故？As stated in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Treatise, it is unwise for human beings who are still bound by all kinds of afflictions, even if they possess a great compassionate mind, to seek a premature rebirth in this evil realm to rescue sentient beings. Why is this so? 智者大师讲，所以呢，有一部论叫《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呢，就是专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哈，大般若经的大智度论，很好。这部论是谁做的呢？龙树菩萨。这部论里面有特别提到具福凡夫。什么叫具福凡夫呢？具足很多福，就是被绑的意思。这个凡夫呢，具足很多很多不自由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很多烦恼啦。人家对你好一点呢，哎呀，你很开心；一对你不好就很伤心。这个就是有很多烦恼的人呐、啊，不自由啊，一点点事情你就不自在，你就起烦恼，具福凡夫。你们是不是这种人呢？是啊、哦，自认是啊、哦、啊，这个叫具福凡夫，就是还有贪嗔痴，很容易被境界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哎，它就影响你的快乐的心情了，影响你的诚心了，影响你的欢喜心了。啊，有些人呢发愿嘛。极乐世界的人民是怎么样？心悦清净快乐安隐吗？对不对？极乐世界人心里很喜悦，很清净，很快乐，很安乐，很安稳的，很好的，很没有什么好害怕，没有什么好担心，没有什么好伤心，很好讨厌的，很清净，很欢喜的，天天欢喜喜修行。可是呢，我们发这个愿是发这个愿，因为还没有成功吗？所以有时候一个境界一来哦，可能你有十天都是这样的 state， 第十一天有一个大考验一来的时候，哇，心情怎么样？要心悦清净，我要心悦清净就是清净不来，要开心也开心不来。这个就是因为你还是具福凡夫，你还有贪嗔痴还没走，它又在 active 了，这个境界又引发出你的里面内在的那个贪嗔痴又跑出来。之前十天内的一些境界哦，还不至于吸引你，使到你的贪嗔痴出来搞鬼，还没有。
可是到第十一天、哦、那一个境界真的是你个人的俱生我执所不能容纳的。以生俱来我们有很多我执、哦、很多执着，那么可能呢这十天内呢你不一起烦恼，是因为呢你所执着的东西没有出现。那第十一天呢你所最执着的呢一向来也没有去察觉哦，看到这个不顺眼，或者听到人家讲你怎么不顺眼，哇，心越清净不见了，不见了。这个就是很明显我们是具足凡夫，一定会出现这些，所以就要更努力发愿哦。发愿就可以把你的、哦、那个执着烦恼拿掉，你就是要跟菩萨讲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弟子原来还有这一种的执着，还有这种的我相、哦、还有这一种的不平等心，原来呢我比较喜欢这个人这样子看我，他这样看我呢我觉得他诬赖我误会我，太狐狸起闹乱讲话，真的是我讲我做好的事情他觉得我做坏事，哇真的很够力。那这个原来我自己本身有一个不平等心，我不喜欢人家这样子误会我，我比较喜欢你要知道我是对的，我不会乱乱来的，为什么你乱讲我乱乱来，其实是谁不对呢？我们自己有一个不平等心，对不对？我们只接受人家了解我，不接受人家不了解我。所以你从你这个经验正好拿掉你的执着烦恼心，拿掉你的分别心。分别什么？声音。我们以前学过声音是什么像啊？两个动跟静吗？我们没事情都很会讲、哦哦、一切的声音赞叹也好诽谤也好了解也好误会也好都是一个声音，什么来听得到的声音就是动，只是动吗？可是现在这个动呢，听到这一种的原理的时候就动了你的心了，就变成说原来你虽然知道楞严经讲的佛交代我们不要跟着这些十二相跑，不要跟着他跑，你要守住你的真常，守住你的自信，你自信没有问题的，自信好好的很清净的，好，他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守不住这个没问题的自信，我们还是觉得这个相我不喜欢，所以我很伤心很难过我放不下。你看所以这样子来研究的话呢，讲起来呢如果你真想修行，你还是感恩别人这样子对你不好，对不对？他帮助你看到你还有我本来 example 本来我们还怪说这个人不平等，他认为呢这个这样子做事情才对，你这样子做事情不对，而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也是好事啊，他很不平等的，他就欣赏别人做那种，然后就不欣赏我做的这种，你觉得他不平等，结果你不平等看待人家怎么样讲你，对不对？你自己的不平等你没看到，所以从这种经验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回光返照，想一想，我觉得他很不平等，咦，李杰丽，他的不平等就是在给我看我的不平等，你知道吗？你看到的一切外在就是你阿赖耶识显现出来的，这个是很真实的哦。当你感觉到别人不平等的时候，其实就是谁不平等？你里面有不平等的心，才会看到不平等人的事情。你们说讲的有理没理？有理吗？嗯，有理哦，这是很真实的。所以以前因为我们学白法明门论，我们知道嘛，万法为事、哦、所以一切的人事物啊，每天你看到的人事物都是你的阿赖耶识显出来的影子，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里面还有不平等心，你会觉得人家不平等的哦。如果你里面还有贪嗔痴，你会觉得人家有贪嗔痴的。如果你里面没有贪嗔痴了，你就不觉得人家有贪嗔痴了。你看佛跟菩萨有没有觉得众生很糟糕？有一句话讲佛菩萨不见众生过，佛菩萨没有看到众生有什么大过失，没有，因为他们里面没有过失就感觉不到了，他只看到众生的佛性，他不看他那个无常的样子那个相、啊、人家有定力有真正智慧、哦、能够看性不看相。所以因为这一点呢，我这是特别讲了，在我们修道上、哦、我们有时候说因为我们是具足凡夫，所以就是不久我们又会把烦恼引出来、哦、这个就是会发生一些事情让你起烦恼，其实是本来就有烦恼种子，现在烦恼种子透过这件事情来给你看你有这一层烦恼，然后你应该怎么办呢？要不要丢掉这个烦恼？要，你要发愿
你跟菩萨讲阿弥陀佛，愿弟子将来如果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或者更糟糕事情，我愿呢，我面对这种人，他不管讲什么话，我听的时候，即使他讲我怎么样不对，明明我不是这样，他误会我，或者他误会呢跟我有关系的人，我都不要呢马上起一个情绪啊，那个心呢就好像很激昂啊，就口气就重一点来解释啊，啊，然后就好像说你不要误会什么什么，就有一点一种急，一种嗔跑出来啊，啊，你发现说以后呢，我愿意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啊，我能够呢，保持什么心呢？平静、安详。我要很平静、安详。哎，上人教我们要修什么？六大宗旨，什么？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打妄语。哇，我现在才知道哦，这六大宗旨真的是，如果做得到啊，有一句话讲，六大宗旨如果你守得好，成佛有余啊。足足可以让你成佛还够啊，只要你守得好六道，一定成佛。所以从这里，哦，我真正的，哦，遇到这种境界，我学到很多，我又发现到啊，阿弥陀佛，原来呢我有真心了，为什么我不能接受他误会我，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跟他 argue， 一定要解释给他听，让他了解，然后他不了解，嗯，又再解释，再解释。所以你看我是不是真吗？我就是真一口气，你不可以误会我，我解释给你听，我有个真心啊。所以从这件事情我真的学到阿弥陀佛，我发愿了，我说愿以后呢遇到这种境界，哦，我要，哦，保持平静安详的心。然后呢，因为最近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有教导我们，愿我及一切众生毕竟永舍嫉妒之心，什么什么什么吗？所以你们有什么不好的心哦，你要会抓嘞，你不要抓别人毛病，抓自己毛病哦。有时候你看到别人比你好，你就难过，就是有嫉妒心了啊，你就不开心，就是有嫉妒心。所以他教我们要发愿，忏悔之后就是发这个愿，愿我及一切众生毕竟永舍嫉妒之心。然后呢，我就想到哇，原来可以发这样的愿号，所以我就发这个愿呢。我说愿我及一切众生，我说以后啊，我要毕竟永舍真贪求自私自利的心，自私自利妄语的心，我不要这个心，因为师父教我们要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嘛，可见我们有吗？我看到了吗？所以因此我就发愿说，哦，愿我及一切众生毕竟永舍真贪求自私自利妄语的心，全部这六个心我都要丢，永远舍掉它，啊，发了这个愿呢，哦，哇，那个心情又不同。所以我就想，嗯，那以后呢在遇到这种境界来的时候，啊，我要怎么样呢？我希望我怎么样去面对呢？我要保持那种平静安详，内心里面不起一念真心贪心求的心、自私的心、自利的心。我要感觉他这样子误会我的时候，或者误会别人的时候，我要感觉我在吃甘露，喝甘露水一样甜得不得了，太好喝了。然后呢我的心因为很平静安详，我以呢一种平静好像没有这回事，而且很享受的事情这样子，可是不是笑，就是很平静很安详，让对方呢自然而然看到我们这种反应，他会起惭愧忏悔心，他自动会放去他自己的这个不对的想法，改过，然后他也不要把误会别人的那种烦恼一直放在心里面，让身体不健康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发这样的愿不是很快乐吗？所以因此呢，真想修行的人怕不怕人家对你不好呢？不怕，对你不好更好，因为对你不好，如果你感觉他对我不好，我很讨厌，就是表示你还有什么不平等心，有真心，正好借这个境界发愿，我不要这样咯，我要平静，我要安详，我不要有真心贪心。因为这是尤其是上人教导我们，跟师父出家这么多年，十八年了，我们学佛那么久，每天念早晚课都念，冻死不攀缘，饿死不化缘，穷死不求缘，啊，问自己是不是不争，问自己是不是不贪，问自己是不是不求，每天都念念念念念，然后自己呢看到不顺眼心里就不喜欢，要不然看到你误会我，我就要解释你不要这样误会人，哇，
真又出来了。哇，现在才知道说原来真的要舍，要舍怎么样呢？还好地藏菩萨教啊，现在懂了，就发这样的愿：我及一切众生毕竟永舍真心、贪心、求心、自私心、自利心、打妄语的心，全部舍掉，我要干干净净，没问题的平那个就是平静安详，让对方看了之后自然而然自讨没趣啊，对吗？对牛弹琴，他就知道会起惭愧忏悔心，他自己就不用我们讲什么，他自己受感化，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们又不要起一念看不起他的心，我们就是当作没有这一回事。而且我前上个礼拜不是跟大家讲吗，我们学佛的人哦，如果有成就，有一天真的你得到念佛三昧，你都可能会走错路的，你可能都会起，因为太好了，得到三昧之后你没有烦恼了，太开心，开心到起了我慢了都不一定，你知道吗？很危险的。然后呢还会另外一个境界是起邪命啊，你就以为说因为你很好了，再也没有无忧无虑了哈，没有什么忧虑，所以呢佛友们看到你会跟以前不同，他们会欣赏你，会赞叹你，会对你很好，然后呢无形当中会给你很多名闻利养，这样子你就有了邪命，你可能不用上班了，你不用做工，很多人都会，你也有智慧去跟人家讲经说法，都种种啦，你能力已经不同了，就会很多人要亲近你，从亲近你当中你得了名闻利养，你很可能呢你会以这个来做你的生活费哈，什么名就是邪命了。所以呢我看观佛三昧海经就是有这么说，因此那我就发现到原来修行师父讲的真的棒，上人说修行人一定要四个字，行所无事，有没有听过？行所无事，行就是做事情，不管什么行动，你不管做什么，有做像没做，行所无事。我现在有讲法，其实没有讲法，你们有听法，其实没有听法，你有睡觉，其实没有睡觉，吃饭没有吃饭，你开车去哪里并没有去，你就 train 到你自己，不管做什么你感觉你并没有做什么，你就是要能够不执着哈，不执着你的感觉怎么样，哎呀我睡得几舒服，哎呀我睡得很辛苦，很多蚊子，或者我睡得怎么样，哎呀我现在头痛得不得了，你要这种种境界现前你都感觉并没有这一回事，这样子 train 你自己行所无事，当你有成就你也是等于没有成就，一定不会走错路。所以你们说行所无事重要吗？就因为重要呢，所以这个 connect 来，刚才讲我们是巨浮凡夫，很容易起贪嗔痴吗？那遇到境界来的时候呢，像刚才讲的那个境界，我们发愿说我们不要有真心贪心痴心嘛，我们保持平静安隐平静安详，平静安详的心就是跟极乐世界的众生相应，他们不会特别说执着好的境界跟坏的境界，好境界他们很柔软吗？都可以适应了，好境界也可以适应，不好境界现前也可以适应，你骂我我也可以适应的，你打我也可以适应的，你赞叹我也可以适应，你对我怎么样，八风怎么样来吹我，我都怎么样，八风吹不动，八风吹不动我的心，我要呢没有感觉啊，不是木头耶，而是说有一种平静安详的心情，这样子的人他也不会觉得哎呦我现在很好哦，我没有烦恼哦，啊，我现在呢 很用功哦，他也没有觉得我用功，因为他根本不会被好事坏事哦来影响他的清净心，因为我们人如果啊对你所做的好事有一种执着哦，心有没有清净？没有了，有一个我，哎，我很不错，我在做好事，有没有我空？没有我空，没有三轮体空，所以这样子的做好事还是轮回的，所以要能够像菩萨这么清净哦，真的是说要行所无事哦，要能够做得到行所无事哦，要 train 到自己哦，遇到什么境界呢，很平静很安详，要发愿，愿我能够这样，但最主要是把这个六大宗旨哦，这个六种心毕竟舍掉，毕竟舍掉，还有毕竟永舍我执法执，毕竟永舍见识惑尘沙惑无明惑，这些全部舍，舍光光我们就很自在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喜欢不喜欢讨厌或者难过伤心忧愁，就是你的我执叫你忧愁的，你的见识惑叫你忧愁的，如果你把这些舍掉它就是只有菩提心而已
啊，好来我也发菩提愿，不好来我也发菩提愿，没有障碍我修行啊，我不会不因为这个苦我就修不到，不会因为这个乐我也修不到。这样子的人是有没有障碍呢？有没有障碍？没有。这种人其实也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咯，因为阿弥陀佛有一道光是无碍光啊，他也叫无碍光佛，没有障碍的光。如果一个人呢念真心念佛，佛光常常照你，你就会有一种智慧，看一切都没有障碍，对我好也没有障碍，对我不好也没有障碍，反正我的心不是注重在于你对我好不好，我的心注重在呢菩萨所要注重的东西。菩萨注重什么你们知道吗？菩萨很用功的，他念念，我们说念不退，菩萨他是要 make sure 他每一个念头都是佛念，对不对？他每一个念头都是去向佛果的，要去向佛果必须要保持六种念。什么念呢？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师，这六个念去向佛果的念。所以菩萨呢他本身他很小心，他就是很忙，他说我千万我要平静安详，我要念法，法其中一个就是禅定，我要呢有禅定，遇到境界里面不要乱，外面也不要执着，我要有禅定，我要念这个法，所以他会很注重这个，因此他就有一种准备了嘛。哦，可能 anytime 有什么事情来，我都 离那个相，不要执着那个相，然后我要里面不乱，他有念这种法，禅定的法、般若的法、六度的法，因为有这六念的法，或者是念佛也可以，他有这个念头很注意，他念头不退在这些境界来，他有办法呢不会被转。这个就是说像这种菩萨他会不会去执着我做了什么好事我感觉很好？不会，因为他念一个法，般若法。般若法讲什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怎么样？照见什么？五蕴皆空。菩萨的念法，他念念呢都要念法，尤其是般若法。有古德有讲，众生处处能缘，唯独不能缘于般若之上。他说众生很会攀缘哦，什么都会攀缘哦，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攀缘，就是不懂得攀缘般若。看到东西不会想到般若哦，看到这个人呢好不好不会想到般若，说五蕴是空，这个人做好做坏，他这个人是五蕴来嘛，色受想行识吗？是身体，然后有感受有思想的人才会做出这种行为，讲出这些话嘛。这个五蕴生的这个人是空的，我何必呢去那么在乎，然后我自己也是空的，我会很在乎他对我怎么样，就可以把我执跟法执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空掉。所以菩萨就是有智慧，不会起烦恼，就靠他很注重在于我要六念，我要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师，什么境界现前我都要能够记得这个，然后呢我就能够呢行所无事，我也不可以执着，因为他有念波了，他也不会执着说哎呀我现在很好了，每天都开开心心，每个人也都很对我很好，也没有骂我嘞，也没有什么什么啊。如果你有这个感觉一个陶醉哦，又是执着别人怎么样哦，又是有一个我咯，我没有空咯，五蕴没空哦，我的感受很好啊，执着自己的感受哦，哎，菩萨他因为他修六念哦，他会念法，他会想到哎，按照般若法我这个心情是不对的，如果对为什么突然间当他们一对我不好我又受不了了，就可见呢这个不对，不可以陶醉人家对我好，当你陶醉人家对我好，当他对你不好你就怎么样失望了伤心了，所以还是哎呀对我好也好对我不好 也好，因为你好不好五蕴什么皆空了，哎呀阿弥陀佛，还是念我们的般若法好，念六念好，这样我们可以行所无事。会不会走火入魔？这种人会不会走火入魔？他如果修到很有定力很好，每个人对他好，他会不会骄傲？不会，因为他说这个是空我也是空，然后人家说哎呦你很拼命哦，你做很你很精进哦最近，那你讲般若法讲的话呢万法皆空什么都是空，
又讲行所无事，没有做事情，本来就没有做这事情，因为无生法忍说不见少法生，不见少法灭，根本没有说我精进了十年啊，或者我懈怠了五年，并没有这件事情发生。按照真正的境界是如此，因为 万法本空嘛，所以按照无生法忍来看的话，根本呢这一切 你就会感觉到说，哎，我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执着，我如何我如何，因为这样子已经跟法有没有相应，不相应。所以像这种人，他会常常会调整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呢不要不要怎么样啊，不要去执着自己所做的一切。他会一直用功，一直用功，一直注意自己念头，我要念佛，我要念法，我要发大愿，因为菩萨一直发愿的，我遇到什么都发愿，做好事发愿啊，遇到什么睡觉也发愿，起来也发愿，洗手也发愿，他们做什么都一直发愿。所以菩萨很忙，他都这个都没有空了，还去执着，哎，刚才那个人赞叹我，哎，真好哦，一直陶醉，会不会没有空了陶醉哦？因为他要赶快立功德，陶醉哪里有修行？陶醉是属于贪着了咯，又是贪嗔痴了，堕落了，菩萨才不那么笨呢，对不对？所以他们呢是。他们修这个六念，就像要救自己头发一样，被火烧了。你头被火烧，你要不要赶快给它灭掉啊？敢不敢说啊？慢一点啊，五分钟后再来灭。没有的，一分一秒都不敢停，一直想办法把它灭除掉。所以菩萨修六念，如救头燃，救头被烧了这样子的迫切，他们不敢一分一秒一念呢离开六念。他知道他一离开六念，就是什么念了呢？各位。你没有六念，你没有念法，你没有念佛，你是念什么了吗？念什么？念执着，对不对？念贪，念嗔，念痴，念慢，念疑，一怀疑东怀疑西咯，这个人不好心眼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念自己的知见了咯，一定是六道轮回的，三恶道的。所以菩萨他们很聪明有智慧，他们知道我要以后永远快乐，我千万不要种一点的轮回的因，我都不种。所以他们呢能够说很精进，精进每一个念头都在精进的这样情况下在修行的哦，不像我们说最多呢有十分钟呢还比较好，然后过几天又来了，不是那种的。他们真的很厉害，时时都精进修他的念头，因为他不愿意种一点点娑婆的因在这里，他要种的是成佛的因，所以他必须要六念福慧发大愿，发大愿就有福有慧有清净愿，又有六念，这个是跟十方佛在一起的愿，这个的方法，这个也是成佛的方法。所以菩萨很积极在做这些事情，他不再积极执着东西来起烦恼贪嗔痴，没有。可是我们巨浮凡夫就不是那种人，对不对？我们就是常常的偏向于哎呀贪嗔痴。所以他说巨浮凡夫、哦、即使你有大悲心啦、哦、我要度众生了，众生好苦哦，我要生到恶世里面就救苦众生，他说是无有是处，绝对办不到，你一定做不到， impossible for you to rescue、all living beings in the evil worldIf you still have bound in your mind, that means you still attach to your own view, your own afflictions. You like this stage, dislike that stage. You have the kind of self-love, self-hatred, the kinds of inert problem, self-attachment and dharma attachment. It will anytime, any places, when the times is ripened, blows. You become unhappy or become too attached or become sad or worried.So this is the people who still a commoners. That's why if you want to bring forth great compassionate heart, I want to go to this evil world to rescue all the suffering, living beings or the, who undergo suffering. Here said it is impossible. Why? Because you always give right to attachment and great hatred stupidity. How can you rescue them? 何以故？为什么呢？看解释。来，二世界烦恼强。智无忍力，心随境转，声色所伏，自堕三途，焉能救众生？ This is because in this evil defiled world, afflictions are powerful and widespread.
Those who lack the power of tolerance are bound to be swayed by the external circumstances. They then become slaves to form and sound, fame and fortune, with the resulting karma of great anger and delusion. Once this occurs, they cannot even save themselves, much less others. 智者大师说，我们这些巨浮凡夫，还有贪嗔痴，有见思惑，有我见啊，我贪啊等等的，这样子的人有大悲心，发愿要升到五浊恶世救苦众生，他说无有是处，绝对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世界哦，恶世界，五浊恶世的世界哦，是一个烦恼很强的世界，烦恼到处都有。你们自己想想看，一天到晚全世界的人类有哪一个不起烦恼的？最少最少都有起一个钟头烦恼了，二十小时内算一算啊，偶尔一下 accumulate 起来就很多哈。那所以烦恼太强，到处都有人起烦恼。而且你们要了解一点哦，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已经好像如入什么呢，鲍鱼之肆哎。这个娑婆世界最臭的啦，天人看我们臭的不得了，可是我们不感觉臭了，已经 OK 了。每个人都很多烦恼，你也烦恼，我烦恼，大家是烦恼，所以烦恼不是 problem 啦，很家常便饭啦。所以我们已经觉得烦恼是本来就会有的，没有关系啦，就不觉得它是问题了，已经互相影响，你知道吗？而且电波吗，我起烦恼起得很强烦恼，我就会影响你们隔壁全部人都会感觉得到，然后你们也不会开心，奇怪的哦，烦恼会互相 influence。 所以全世界的人呢，如果今天特别多人起烦恼，我们也会不舒服的，那天很不开心的，有影响力的。所以他说这个二世界烦恼太强了，而我们自己的没有忍力哦，没有无生法忍，你知道吗？你要得到无生法忍，你必须要先证到什么生忍跟法忍哦，才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是最高的呢。生忍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一，所有的众生，包括蚊子、蚂蚁、昆虫、老虎，所有的众生，他们对你怎么不好，乃至于杀你骂你，你都可以忍。好像那个谁呀，忍辱仙人有没有，蛤蜊王蛤他的身体，他一丝毫呢嗔恨都不起，还发愿以后先度成佛，一定先度他正果。所以这种就是真的众生忍，他拿到了，所以他可以成佛嘛。第二个叫法忍，法忍就是环境万法所听到的声音，所看到的东西，所接触到的一切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一些就是无形的东西，还有有形的物质，房子啦，环境啦，太热啦，太冷啦，然后呢就是很空气很不好啦，这一切的那种忍，环境很不如意，很辛苦很辛苦，你是不是还可以很自在很开心？这个就是法忍，环境，这两个忍有了，才算得上是无生法忍，你可以证得到。所以忍力，自己没有忍力的人，心一定跟着什么转？心随境转，有没有看到吗？心一定随着境界转。一跟着境界转的时候，一定被什么绑住了的呢？巨缚就是很会被人家绑的意思了，具足被绑的条件。什么东西可以绑住我们呢？这边讲两个，一个是什么声音，一个是色尘。什么声音都可以绑住你那颗心，你们说是吗？他那孙子一哭起来就绑住你的心了，他一开心也绑住你的心了。对，声还有色。看到的人啊，那个你最爱的孙子跌倒了，哇，痛心啊！生病了，哎，一直不会好也痛心。哎呀，得 cancer 更痛心，对不对？那个他们的一个色一个声都会绑住你的心。可是你一为他们起烦恼，你会不会得自在呢？你会自堕三途。所以本来是要救自己的家人哦，救自己最疼爱的人，结果因为他们的好与坏，让你起贪嗔痴，你堕落。所以焉能救众生，这种人呢怎么救众生？不可能的，自己都堕落了，给他们搞到烦烦恼恼，自己不是先堕落吗？那个因为你已经很久没有听了，我现在讲一个东西啊，我们很多人常常每天呢起烦恼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去地狱里面呢游一游了啦，又愁又愁一下已经去参观那个地狱了。那么呢有很多人呢
他起烦恼，一起烦恼的时候，一忧愁苦恼的时候，伤心难过，已经在地狱里面呢买了很多栋房子了，现在你忧愁伤心，你已经在呢忧愁地狱那边买了一间房子，然后呢已经看你忧愁多久了，那个房子就可以给你住多久了。等到你堕地狱的时候呢，你就要去那边呢待一万年哦，完了哦，因为你还发脾气嘛，哦，又有发脾气的房子也买到了，发脾气地狱的房子也买到了，这边住够了哈，到期了又搬家。每一间哦，你在这一生当中起了多少贪嗔痴烦恼心，已经买了很多栋房子在十八层地狱的无量无边的地狱。如果你买了几万万间，那你每一间都要去受，去住个够，住个完了的时候才能够出来地狱。所以你要不要去住啊？不要住，不要起烦恼。以后有烦恼，交给谁来跟你解决？啊？找谁？找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你们知道吗？你们的烦恼哦，要布施。我们要布施好东西给众生，烦恼要布施给谁？给佛，给菩萨。你跟菩萨讲，我不要在地狱里面买房子喽。从现在开始，菩萨你顾着我，不要让我再颠倒，又在去地狱，无形中就把去地狱买房子订房子，我不要了。你要照顾着我，让我呢以后一到烦恼境界现前，我都能够欢喜念佛，我都能够懂得欢喜来做回向，然后请你到时解决就好了，你帮我解决。你是万能的，我是无能的，我不要这样子糟糕啊！我讲的东西你听懂吗？你要真正做哦，天天要跟佛打电话哦，跟菩萨打电话哦，不然的话你就给你的业障拉走了哦。那跟菩萨，观世音菩萨，你要顾着我，你让我天天从现在开始呢，每个礼拜拜一一定能够来听你安排给我，我不要再给境界转，你要给我定力，好不好？你这样求好不好？这样对你是好，因为你学佛这么多年哦，你真的要好好的为自己的了生脱死做准备。你看刚才讲专求自利就好像自私，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是具足凡夫还有贪嗔痴，我们一定要求生极乐，我们有人力再来救众生。现在不要忙别人的事情啦，你一直在忙啊，这个不是办法，你要多修定力啊，修你自己的念得下佛的心，因为死的时候是要念佛嘛，所以现在要先念得下。自己不能做随喜功德，没有空了，我要听经，我要做功课，我要念佛了。你们那边有事情啊，你求佛菩萨慈悲帮他们安排，希望有人会出现帮他啊。有人帮忙，随喜功德很好。我年纪大了，我不要再跑了，我要好好念佛，我念到很开心，一念佛就开心得不得了，我要有这个功夫。你要发这样的愿啊。还没有哦，继续来，还没完呢。这里哦，这里是这么讲啊，我看还有一段呢。后来我看那个大智度论哦，大智度论呢，它有解释的更多。这个只是智者大师讲大智度论有这么说，绝对是不可能救的啊，因为你会被声色所绑啊，对不对？人家一举一动你就不自由不自在，你会堕三恶道，所以你是救不到众生的。现在你明白了哈，知道了哈。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可以救众生哈。然后呢更重要的我告诉你，是大智度论 有描述几个 cases、啊、其中一个他讲那个具足凡夫还有贪嗔痴的人、啊、要 学菩萨要度众生、啊、他说是不可能的。他说你要度众生，你现在比较有学佛嘛，你等于是说有一点能力啦，不造恶啦，会修善啦， OK， 你要让别人跟你一样哦，你有一点像一个人、哦、看到呢一大片的水池全部结成冰，厚厚的冰，然后你讲哎呦，这个水池这个瀑呢，水应该给人家游泳哦，多么好，变成冰了不是很可惜，我要把它融化变成水，要把一大片的水池的那个冰变成水。而你所有的能力呢，就是只有手上的一碗热汤，我要把这碗热汤倒下去，然后就令整大片的冰全部融化掉变成水。 OK， 你就倒下去咯，把那一热滚滚的100度以上的
这样子倒下去，哇，马上看到那一个小部分有没有，那个冰马上融了，哇，太好了，融了。他说不久自己也结成冰，你的那个热汤啊，久了也结成冰了。他说不可能的，他说你一定呢要渡他们 ，OK？ 你发心了，我要渡这些人，很可怜的，造恶不吃素，每天造恶，我要发心要渡他们啊，因为我懂嘛，我要跟你们讲，我教你们 ，OK？ 渡你们，然后呢，哎，开始渡的时候，哎，有效哦，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吃素了，他们已经乖了，啊，不同哦 ，OK？ 再多一两年、三年再看，他们哎又不是那样子了咯，又被业障拉去又。那个，然后你看了，你又很失望，很伤心，你又很难过，你又起贪嗔痴，所以你也结成冰了哦。贪嗔痴就是冰哦，你又堕落了咯。度众生度到执着起烦恼，不是堕落吗？你看我真的成功了，我度了他们了哦。共高我慢，越修我相越来越大，还不是一样堕地狱啊？三恶道不会有什么大成就。所以这个是大智度论讲很多 analogy， 很多那个譬喻说。没有功夫的人一定要去什么地方，极乐世界，这是谁叫我们要去的？释迦牟尼佛一照阿弥陀经一直讲啊，应当发愿生彼国度，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劝了三次，你们要去，因为你们这些人都没有功夫，待在这里只有造罪啊。先回向